善良和无私的部分所打动，但有一类情感却复杂无比，它甜蜜中带有心酸，平淡中不乏激情，聚散间饱含无奈。尽管如此，却无法阻止人们对它的向往与追求。2014年，61对情侣在节目中完美告白，或合或分或聚或离，但至少走下这个舞台，他们对爱情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接下来，23岁的梁小雨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情来到完美告白。不久之前，梁小雨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，认识了好心给人指路的漂亮女孩晨晨。梁小雨对晨晨是一见倾心，在对晨晨冲动的告白后，才发现弄错了告白对象。原来，小雨心仪的女孩晨晨，居然有个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妹妹小希。今天，双胞胎姐妹同时来到现场，要考验小雨的真诚。那么，小雨的终极告白会被姐姐晨晨认可吗？我来猜一下，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，好吧？你们也猜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左边是姐姐的，左边是姐姐，右边是妹妹，你们是这样想的吗？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觉得左边是姐姐的用感叹号，右边觉得是姐姐的我们用问号。一半一半，来，90后说一下你的理由，你凭什么认为左边的是姐姐？直觉，女人的直觉。女人靠的是直觉和嗅觉，男人总以为他们不知不觉，等到女人伤心欲绝，我们才觉得自己后知后觉。来，同样是90后，你凭什么认为那边是姐姐？个子稍微矮一点的是姐姐，我觉得一般姐姐都会比较谦让嘛，把好吃的，个子都谦让，把好吃的好喝的都让给妹妹，所以妹妹长得比较快，是吧？有意思啊，你们自己说一下吗？现在还不能说。对，现在还不能说，这个问题要留给你。你们两个为什么决定今天会来呢？抱着怎样的心情呢？就是之前这个他向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人告白错了，在学校闹得挺大的尴尬的。这个事儿迟早会发生，也没什么尴尬，只要有人到学校求爱，肯定有人搞错。但是我觉得他分错了，就说明他肯定不是真心。那今天是怎么着？你们来是什么目的呢？他不是表白错了吗？然后这回他也跟我节目组找到我们俩，他想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然后再重新再表白一次。还是有意的。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，看出来了吗？已经看出来了，你已经可以确定了。晨晨，我不知道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。上次那个告白确实是我太唐突，真的当时都懵了，不知道做什么，我这人挺笨的，对不起。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让你开心，不过我今天我在现场我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你，现在把这份礼物送给你。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还不见得她就是姐姐呢，她不一定是姐姐。我认定了。你认定了？认定了。错了，我是姐姐。你就是。我是。这么长时间，我觉得你白说了。不可能。我不是姐姐。不可能。我是姐姐，你选错了。
就算没有琳琳，其实我觉得咱们两个的距离真的已经变得越来越远。就因为我没有上过学大学是吗？就因为琳琳跟你是校友，跟你有共同话题是吗？就因为他有钱。你天天只知道逛街看电视，有时候我让你看一本书，你都跟要了命似的。那是因为我真的很累。是，我非常感激你这四年来的付出，但是现在咱们已经没有共同话题，而且你现在只想守着一亩三分田过日子了。可我还有我的理想，我真的还要奋斗。难道你未来的蓝图没有我吗？难道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？就算那时候我可能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起码我敢说我不后悔。对不起啊。是个好女孩吧？我觉得你，希望你下一个男朋友可以对你更好。接下来你想怎么办？接下来可能，我很想去另外一个地方吧，就是换一个。重新开始。对，既然他说我不长进，我自己学习一下，我充实一下自己。嗯。如果你真能用那样的方式爱你自己的话，我相信有了梧桐树，不愁金凤凰。谢谢。其实他今天能够来，也是他已经是一个那么年轻的男孩，算是还对得起你的一个表现。有的时候呢，现实是很残忍，但是其实这也是你的选择，我们就要勇敢一点，接受这个现实。既然抓不住，何不送一程，对吧？贫穷并不是丧失道德底线的一个理由，更是坚守的理由。你坚守住了，所以我们很佩服你。我经常说，爱人七分足矣，剩下三分爱自己。你爱别人，爱的掏的掏的都掏的没有自我了，所以你的情绪是随着他的情绪而波动的。他高兴你就高兴，他不高兴你就不高兴，他走了你就失落，你已经没有了自己。找回自我，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失去自己，好不好？祝你幸福。谢谢。再见。也许小雨和小慧的爱情早已千疮百孔，但这四年来小慧的艰辛付出早已改变了两人的生命轨迹。无论小雨最后做出了什么选择，我们都希望她对小慧心怀感恩之心，同时我们也劝诫这位年轻男孩，在事业的道路上能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奋斗，获得人生真正意义的成功。